你要顺呢、啊。你说你修个半天，人生都不顺，修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？你修的顺呢、啊？所以每一天要看自己的成绩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修行。哎，我这个人没什么水准，你问我什么叫修行，这就是修行。我没什么高深大道理，因为没水准，只有看到粗浅的道理，就这种道理。做到吧，没做到，你跟我讲五四三没用了，龟兔赛跑知道吧？落实的一步一脚印的才是王道，是不是？你说那个，哎呀，修行敬礼，玩把戏也太多了，谁不会？但是那不就近没有用，要就近，怎么样是就近？基本功要有。所以这讲到了、啊，有人每次那在 LINE 里面问我，导师最近我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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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迹象？导师你要不要建议我做什么样的运动呢？你有没有参超级健康密码？你们有没有教你运动？我讲那个起立蹲下是在哪本书讲的？超级健康密码里面有讲起立蹲下，我有讲。你说做什么运动？起立蹲下、啊。你说这样就可以啊？哎，那就可以、啊。你不相信？你做做看呢、啊？你说你跑步跑的是不是喘气？哦，你看看你的起立蹲下，我跟你讲不要多了，四十下就好。这样你不知如何是好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试试看哦。起立蹲下，你那天也不要求多，你就十下每天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做到那一天的极致的时候，你的呼吸啊，深呼深吸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却很舒服啊，刹那间觉得哇，这一切很真实。你说是举那个哑铃呢，还是吊单杠来的厉害？光是起立蹲下就很厉害了。是不是？你不相信，回家试试看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后遗症，那几天走路很酸哦。你先要有心理准备，是真的。不要蛮弄，不要一下倒一百下。导师，你看我一下可以弄一百下，你看我多厉害。对，明天走路就不要跌倒，对不对？慢慢加，气血一通，是不是？厉害了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。